球看得到回不到，达比修有这场比赛的第五 K。话说第四局之后，达比修有突然找回了在场上三振啊对方打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这又是一个慢速需求，你看。需求透过这样的一个高速的慢动作重播镜头，太漂亮了。这现场雨真的不小。